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人寰，侵略中华好河山，战火硝烟弥漫，奸淫烧杀掠抢，兽性狂暴凶残，恶国蛮营罪滔天，激起世人恨怨。谣言一段，抗日红旗迎风飘，共产党英明正确来领导，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武的红炮运用了论赤九战游击战，麻雀战运动战，来把这敌消，地雷战地道战，战法还真玄妙，伏击战歼灭战，呈现了英豪，促成了我共和谈同抗日，八路军新四军战绩还高超，军爱民民用军情同于水，
见多少送子参军上战壕，抗日后男女老少齐参战，灭倭贼同仇敌忾，气势高啊！万水千山名号角，四面八方战鼓敲，任凭野火磨起烟帐，春风化雨作波涛，下面由学徒我说一段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个书出在1943年冬季，在冀北大地真是万木凋零，冰雪覆盖，一派肃穆银装，就是今天的冬天它也是特别寒冷，冷酷无情。为什么说它冷酷无情呢？这正是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如同豺狼猛兽一般对我解放区大地又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号称什么铁壁合围大扫荡，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日本禽兽扑向我解放区，撒下了茫茫的野火。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武装民兵军民连成一起同仇敌忾，奋志抗强敌，真是踊跃善战场，就这样血雨腥风的战争已经达到了最尖锐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个阶段。我要说的是，在这曲径盘桓的山路上，是夜间在8-9点钟之后，沿着茫茫的夜色，天上灿淡寒云，有几点寒星闪烁，大地非常肃静，在刷刷的夜风中，又打着攀山小路之上就走下来两个人来。单看头前这位，呵，身材魁梧，真是五大三粗，头戴着三开的暖帽，身上穿着藏青的短棉袄，下面是藏青棉裤，底下是棉鞋，在腰中扎着红牛皮大袋，大袋上面横别着一把圆眼大鸡头的盒子枪挎在他带上。去看这眼，
举步轻盈，往前唰唰唰唰唰行走，那个速度不快不慢，而且是机警万分。他是瞅着前边，望着后边，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可是就在这人的身后，走着一位身材高大、宽肩膀、细腰身，只见他穿着青色的长袍，头上也戴着三开的暖帽，在手中他提了一个包裹，而且这个人步履也挺轻健，跟在背后，两个人拉着大约都有10米的距离吧，唰唰唰唰唰，沿着山路朝前走。主君要问，那么你说的这两位，他是谁呀？是啊，他就是我说的这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主要英雄，就是后边的这位，姓杨，叫杨晓东。杨晓东同志，他是领了上级的命令，叫他一个由于县委书记的身份，化妆成老百姓，潜入古城，了解情报，瓦解敌情，作约是内线的工作。这个任务非常重，并且上级没给什么相应的手续，全凭着他自己去联系群众，如何能够把古城的情况研究明白，上报军区，准备是配合主力部队反攻。那么小东同志啊，他今天领了上级的任务，已经从军浦路出发，到现在已经是一天一宿了，时间是两天两宿，必须得赶进武城的内线。可是在他头前这位别枪的护卫是谁？嘿呀，这位可了不起，当然杨晓东，暂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此位姓梁，名叫梁朝，乃是平原县武工队大队长，人送外号梁神枪。听一听这名，从来是弹不虚发，那真是百发百中。他在人民群众的心中，那是高不可没的一位英雄。可是要在敌人的心里，那他就是一个追命星，一会儿您就看着。两个人这才拉开距离，警惕性十分高，沿着山路往前行走，大约是前面高山之处肯定就是这障碍的封锁沟了。这时候两个人提起心，慢慢观察着动静。杨晓东边走难想，此次进入古城真乃是任务繁重。小东，他是足踏山路，暗暗思寻，此一去，内线工作重担可有千斤，党派我只身一人把古城进，烈日寇出汉奸，去瓦解敌群，既然是上级领导，我
百般相信了，绝不能辜负众望，愧对这党的安隆。六年来抗日战场上烽烟滚滚，见多少百姓受害，触目惊心。今日我孤身一人，担着那千斤烟，可能是一路必定不能平烟的密啊烟尘啊，真可恨日本人杀人这过分，最可恨的是这些败家的皇协军，帮着贼人灭同胞，他把良心都丧尽，全忘了自己也是炎黄的子孙，狗汉奸这些狗特务们真正是人孙啊，整日里奴颜婢膝竟献人情，污蔑了日本鬼子难消人恨，不杀尽东洋禽兽哎，岂不安身啊？进城去，我必须得灭这帮恶棍，把敌情千千万万掌握得真，自己就让自己晓得啊，情况你得掌握准啊，方能够获全胜，大地回春。杨小东正想，就见前边这边老梁往回这一挥手，杨小东当即刷这一杀身隐在了树后，断定前面有敌情了。单说前边这位神枪大队长梁朝，他正往前走着，见对面一片开阔地，开阔地前边闪出一个高棱子，高棱子上面长着蒿草。可是老梁一看，怪哉，怎么你这随着风，你这蒿草得往一边刮，可是他看在棱子上的蒿草往两边分，断定敌情就在眼前，我不能贸然前进，担负着护卫领导重大任务，绝不能叫领导出现一点差错，想字这才一靴身刷往下趟了两步，那真是疾步似箭，如同燕桥一般，刷的一靴身唰隐在了一棵树后，这动作哪快呀，真乃是非常的灵敏，
在树后单眼掉线往前边看着，可是看对面鹰眼还没有动静，这时候他想到，指定是狗特务狗汉奸晚间出来，说不成要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不由我以投石问路，我先问问你，我看你是谁。夜静更深，他这一声弹速震的雪地是冰凌，随着这个声儿，就看搁那高草分开之处刷，好嘛，跟耗子出来拜太爷出来，又抻着脖子，这家伙就站在那儿，往这一站，看他身后好像也露出几个小脑瓜来，断定那不是一个，也不是俩。就看站起来这位，在夜幕黑影之下，这家伙显得非常的阴森，也非常的怪相。为什么？他长得特别瘦，这家伙光长骨头没长肉，就跟个竹竿挑着个鬼把子一样，脑袋还晃了晃。对面什么人？这前面是我东亭镇，别往前走了，报上你的名来。什么人来到此？快说。当季梁的队长听到他这个话，老梁脑袋比他那得快八十段。我问你，你是什么人？哎呀，这声音震荡着夜静的寒意。随即着就看对面这位，哎，还真有点胆儿呢。啊，问我呀，前面东亭镇炮楼上的，可能谁都知道，我不是别人，乃是夜猫子刁三是也。你是谁？这家伙不错，呵呵，真胆儿不小，他把他名儿报出来了。梁队长一听，好，哼，还报个字号，狗屎的奴才。我来问你，你想问我是谁？你看看不出来吗？你的夜猫子眼怎么失灵了？告诉你，我乃是梁神枪便是。啊，就看蒿草对个站着这个人，当即的身上就奶了半截，怎么叫梁队长这大名给喝的。哎呀，老梁没往前动，就看这个人，他一听是神枪梁超啊，当时那魂飞搁头顶心就飞出去。为什么？这个梁超的名字就等于是鬼子、汉奸、特务的追魂星一样，他们闻耳丧胆，无不惊骇。就在整个平原大地这一带，你要提起梁超来，这敌人那是吓得望迎而躲呀，恐怕是碰到梁超一不小心叫人家就给嘎巴开瓢，死亡就在眼前。所以说这位呢，他一听说梁超，就把他吓得一蹲。那么梁队长没往前进，单说这小子为什么他把他吓这样？哎，原来这里边有段情。这个夜猫子刁三儿，他白日在炮楼上和众位打牌输了，这一天也没捞回本来，两手空空，实在没办法，他在领着这帮输的弟兄们，那个意思，咱们得想法弄点钱回来，好把本翻过来。就这样，他才领着人出来，打算夜晚到东亭镇哪家的平民家中前去敲竹杠，就大说你家有八路啊，敲了两个钱，然后回来好翻本。所以说他带着
这几位出来正好走到这儿，他万万没想一问名碰上了神枪梁超，当时他吓得往下一堆椅子散架，心想他妈我昨儿黑这梦做的真不好梦。书中代表他做啥梦？这梦也怪，也怪呀、啊，就该着他丧点儿啊。他昨天晚上做梦，蹲那干啥？出宫出宫啊，就是拉屎啊。那人家拉屎都是蹲着往外拉，他往外鼓，他做这么个梦，怎么往这嘎一蹲着屎，他往里鼓还不说，跟他妈搁这头等出来了。他一想屎啊是黄的，都那么说呀，这做梦拉屎是拉饥荒，我指定是没好。果然他这一过午全输了，输了个流干清净，到晚上他派人出来，领着弟兄们打算到东亭镇这块好敲谁的竹杠，万万也没想着他会碰着了神枪梁超。自己一想，我这可是如何是好。这德贼一看梁超亡魂冒，看起来今天的晚上我真是点儿不高啊，也不知这梁队长如何他来到啊，究竟他为何夜晚要过我的碉堡，是八路来到此处指定是没我好，何况是这家伙的高明的八路神枪梁超啊，想到此不由他一低头，有了那有了、啊、干脆吧，我想个办法细问个根苗。好，梁队长，我看今天你们八路爷爷到此，今天碰上我夜猫子刁三儿，咱们今天这是各行公事。依我看，咱不如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八路爷爷们，你们走你们的阳关路，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你们可别再往前进了，前面就是东亭镇的大炮楼，如果再往前走，咱们双方就得有接火的危险。今天咱们是你不犯我，我们也不敢惹八路爷爷，咱们我看这样两相商和好，您再别往前进，我们退回去，您看如何？好，那既然如此马上退回，那您可别打枪啊！不带打枪的，梁队长心想不带打枪的，哈哈！你哪知道我焉敢想上一枪？